友们，废话就不再多说了。刚刚粉丝告诉我说，王者之力出来了，我刚开始还不相信，后来我打开这个道具城之后啊，发现真的是出来了。他这个是王者之力预售，我本来以为这个预售啊是不出来的，结果发现预售是可以抽啊。王者轮回 4.0 里面抽的话是一个这个必中奖励，一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个奖项，然后是6块钱一把钥匙，60块钱12把钥匙，它是采用这个递增的方式往上抽。其实说白了就是个必中奖励，来吧，我们来直接来试一下吧，先来充钱，一共来试一下看一共多少钱能出吧，好吧，我刚刚一共充的是2000 Q 币，一共充的是2000 Q 币，来吧，咱们来试试看，先抽第一下，啊，选择心仪的道具，这是什么鬼？哦，选地提前选好，那就王者之影。选择心仪道具，还有什么心仪道具？选择了呀，大哥。保存成功。哦，还得提前选好。抽。王者之影冠军珍藏，对呀，王者之影，来继续抽奖。第一次是4个，大家记得，第一次是4个，抽中的是左上角，来。第二次是8个，哎，8个的话还可以再抽一下。第二次是8个，抽中的是钥匙，我把画面给大家小一点吧。画面可能有点大，大家看的可能不是太全，这样子看的稍大一点，对吧？这样看的稍大一点。然后这次要15个钥匙，咱们继续抽。一会儿记住咱们的数量就行了。我给你们算啊，4+8再加，没事，我给你们记录下来。一会儿的话，最后给大家把这个数据给大家测试出来，好吧？直接冲就行。那我们多买几次吧，好吧？他肯定不可能说100、200就让你抽出来这把枪，肯定要让你冲上个1000、2000才可能出来。多少钱看不见，没事，你们一会儿就知道了，一会儿就知道了。这个是60块钱买一次。买的是那个啥，一会儿我跟你讲，你们还想看那个画面看不看无所谓啊，知道吗？那怎么卡了呢？我这样管他了。60块钱，看到没？60块钱买12个钥匙，又掉线了吗？别闹了，大哥。最近这两天老是掉线，我都快哭了都。看着渠道，看我给你们从头开始吧。看到没？打开道具城 ，CF 道具城，打开之后这里就有了王者轮回。然后进来之后购买钥匙，12个60 Q 币，12个60 Q 币。游戏都掉了，不管它了，游戏掉了先不管。我把窗口往上挪一挪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继续抽，第三次是15个钥匙，记住，第三次是15+，15是获得了5000积分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次，15次抽完之后看一下多少。好卡，就是不动，兄弟，就是不动，有点卡，我这里网络不太好，大家知道吧？哎，出来了，第四次是20钥匙，来，这次出来的是那个无影的这个特效，无影斧子的绿光特效，第五次是35个钥匙，抽出来的是无影的皮肤，35个之后是45个，继续买吧，不够。这里还有个神秘男孩玩偶，这个玩偶原来没有见过。这次应该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出的是左下角的玩偶，大家懂。这次如果不出意外，应该是出的左下角的玩偶，因为这东西没有什么用，对吧，朋友？其实也非常简单，我们一会儿直接看最后剩多少 Q 币就行了。其实，大家懂，因为我们刚开始2000 Q 币，其实直接看最后剩多少 Q 币就行了。看到没？左下角还有一个玩偶没有出来，都这次肯定是玩偶。说的对不对？对不对，朋友们？太简单了。第五次是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第六次45，第七次75钥匙，很贵啊，兄弟，很贵，有点夸张，说实话，这次抽奖有点坑，不是太好，有点贵啊，这次75这个有点贵，说实话，75个钥匙换一个皮肤，75个钥匙你们知道多少钱吗？75个钥匙是6636，得300-400块钱，300-400块钱买个那个其实是不划算的，真是。来吧，这次王者之影的皮肤也出来了，我去，最后一次120啊，好坑啊，兄弟，600块钱，最后一次600块钱，那就说明这次抽奖绝对上千了，那不用说，肯定上千了，有点过分，抽上去了一个狙击枪竟然上千，它比王者之路的价格都贵，大家知道吧？这个王者之力比王者之路都贵，王者之路在那个百宝箱当中700 Q 币我就抽出来了，结果这个里面这么坑，就有点过分了，说不是太好，980了。这个吧，再买一下110，还得再买10个，哇，好坑！人家都算得清清楚楚，看到没？就现在是正好122，剩了2个钥匙，我的天！王者之力预售宝箱出来了，好坑啊，朋友们，我有点受不了了，好坑！那我们去哪里领取？我看一下，怎么还免费领了个钥匙？确认新一轮奖励。
那我们再来一个钥匙吧。他还逼着我们再买个钥匙，这样子四个钥匙可以抽，可以抽一个钻石，看到没有？也还行，阿寻获奖记录。看到没有？这个是咱们今天晚上抽中的东西。第一个是钻石，第二个是钥匙，第三个是积分，第四个是无影，第五个是无影 AK， 第六个是玩偶，第七个是王者之影的皮肤，第八个才是我们的王者之力。很坑啊，很坑！我给大家这个计算一下总数，给大家计算一下总数。稍等啊，我看看一共是多少，一共是多少个钥匙，我给大家算一下就知道了啊。一共需要322把钥匙，兄弟，一共需要322把。来，下面数学老师开始上课，322除以啊，6块钱一把，但是12个啊，12个是60块钱，除以12，让他先除以12，26，然后再乘以60，等于1610，1600，兄弟们，1600，真的跟那个1600跟那个荣校差不多了，王者之校差不多了。这个已经到仓库了吗？我问一下兄弟们，我们的奖励到仓库了吗？它会自动到吗，兄弟们？请确认的上线邮件128，真的，我还没有领呢，它是不是自动领，兄弟们？我们上号试一下，好吧？下面我们来上号试一下，来不看那个，上号试一下。1600，兄弟们，1600才出来，有点贵，说实话，有点贵啊，说实话，不是太划算，不是太划算。我来上号试一下，上号试一下，不是太好，好吧，兄弟们？说实话，不是太好。我们来看一下吧，好吧？但是里面有一个这个王者之影的这个皮肤还是挺好的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王者之影我挺喜欢的。非常好，非常有感觉，直接弄就行了。来吧，看一下，哎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看见了，已经看见了啊！来，枪王的东西也领一下，仓库看到没？哇去，好多，全部领取。医疗包，医疗包，医疗包，医疗包。王者之影能量核心，那王者之力呢？啊，算了，快速跳过吧，好姐，快速跳过吧，直接去仓库当中看吧。首先我们可以给我们的王者之影挂上皮肤啊，首先可以给我们的王者之影皮肤装备，哈哈哈哈，首先可以穿上皮肤啊，然后还有一个无影斧子近战，无影斧子光效，无影斧子有一个光效，点击装备，然后还有一个无影，还有一个无影的皮肤，来给无影找一把无影，我这里无影比较多，点错点步枪才能出来，要不然要花好久，无影看到没，随便找一把没有皮肤的无影给他穿上就行了，能量核心的皮肤，好了，多了个皮肤，然后最后的话就是道具了，去道具当中看，道具当中有一个积分，5000积分，他刚刚说5000积分在哪呢？5000积分，王者之力在这儿呢，兄弟快看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王者之力在这里呢，哈哈哈哈，等到4月30号就可以打开这个宝箱了，打开这个宝箱你就可以获得王者之力，王者之力宝箱，然后我们还有5000积分呢，在这里使用，确定，我去，还能再领，点错了，点一键领取，快速跳过，我们还领了30个宝箱，那我们把这个宝箱开一下吧，好吧，兄弟们，看到没有，每样开10个，看能不能出好东西啊，你们说能出好东西吗，朋友们，估计不好说啊，宝箱数量有点少，不好说，孤狼，看能不能出个永久吧，没出，最后一个黑龙之杀，老公啊，出个永久，永久快点来个永久，老公不给面子，是王者之灵的碎片够了，哈哈哈哈，又可以喝一个王者之灵了，王者之灵的碎片够了，啊，还行，这里没有出永久，但是还行，挺好。好了好了，朋友们，那就这样吧，1600出这个王者之力，测试完了，咱们不再多说废话了，开始玩游戏吧，好吧，下面咱们开始玩游戏吧，好吧，开始玩游戏，拜拜。